气干燥，忽冷忽热，非常容易感冒发烧。可以煲虫草花海底椰乌鸡汤。虫草花含有多种氨基酸，可以增强身体免疫力。海底椰生津止渴，滋阴润肺，非常适合干燥的春季。里面还放了清心安神的百合，让人心情平和。这是今天的全部材料。鸡肉焯水后，用清水洗掉血沫，这样煲出来的汤清亮又不腥。乌鸡肉500克，20克干虫草花已经泡发，铁棍山药200克健脾胃，海底椰15克，百合10克，姜上块去腥，加入适量的水，大火煮开，在最小火煲90分钟。90分钟后，加入棋子10克，加入适量的盐调味，可以喝汤啦。汤浓郁鲜香，真的非常好喝。